你好，过来了吧？啊，想弄点啥嘞？我想买几个银元，家里头二十五年还装修房子嘞。哦，装修房子。嗯，我看看。啊。这几个你看看，估价值多少钱？估价值多少钱？这银元在哪弄嘞？这银元这一丈原放的老古董，这是俺小孩爸他爷放给的，放了几十块嘞。算是传承下来了。啊。哎呀，这银元。我在地下拿一块。嗯。再去看看，我看都在其中，再去看看值多少钱。哦，一样拿一块儿。嗯。哎，还真别说，就是一样一块儿，三年、八年、九年、十年，加一个传扬，家里边没有其他品种了吧？没有，都在其中。哦。现在看看你这银元包浆太浮，这个包浆有点浮，实话实说。这个就看着不像祖传嘞。这你他都留下来了，咱放的放到中间嘞。嗯，那假冒还，这不是假不假的问题。我先跟你说，这一个银元啊，一般我们第一眼瞅的就是它的包浆。但是你这个包浆，说实话，太浮，这很明显像做出来的包浆。而且你这银元在家放多少年了？你放几十年了。放几十年了。啊。你中间找人看过没？这中间都是俺小孩把关，我都没管。要不是这装房子的嘛，我叫他，我说要不然我叫他手头紧，我看那几个这，我叫他也看看，就看过来估估价。哎，估估价，要中了叫他这些都拿来。嗯，再跟你说啊，大爷，你看你这心愿啊，这内瓷压力太浅，这都属于压力太浅，压力很浅。你看这整体压力很浅。而且你这银元说实话压的不高位，这一看这包浆很富，这银元啊，我敢说不会超过五年，就是在你们家不会超过五年。一般这样的银元啊，说实话就是咋说呢，你不能细看，你这一细看全是毛病，全是毛病。那放那都是老古董放的，这放到中间那不放假吗？你看漏贼光，最明显的漏贼光，最主要是我们看银元，最主要是看贬值。你这银元准备卖了装修房子是吧？装修房子可难，你看啊，就需要这一开始说的钱够了，一弄的这中间装修钱又不够了，钱不够了。嗯，装修不好来直播的，真难嘛，找这个找那个。那是，嗯，你这是属于一言假，你这银元都是一言假嘞。那我不相信假的。你不相信？嗯。真不相信，真的我俩放几十年了他。家里放着这些，我拿来，我想着我卖这阵子卖这撑着这些，我得撑个几万块钱，我想。那是那是，那你刚才一说这个东西啊，你一样拿一个，说实话，这也不说啥，确实是一样一个，但是这个东西我看着是不对的，因为这个真银元啊，我们经常过手，这真假，我们还是能区分出来的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你不是嘞。你这种是属于咋回事吧，大爷？你这是属于真银假币，就是现代仿的，他们的成本就100块钱，你现在卖给我，我没用，因为我不卖。我不卖给你啊，那个小二爸不对我，我管他卖几万块钱就对我。要是真的话也卖不了几万，这一个才1200左右，那假的这五个才6000，假的还多了，假的多，假的几十的。啊，哎，不过你这有一个八年。不过反正可以了，你这不是真的。如果是真的，这一块八年也顶个几千块钱，你这下来也确实光卖个10000块钱。哎，实话实说就是。不卖，你完了，我也不卖了。你搁这叫你给我干干嘞，估价的，你也看看不值钱了，好了，不卖了。嗯，东西不对，东西对的话，我立马都给你出现了。我在他其他地方再看看。那可以，没事儿，大爷，你多转转，好吧，多问问。好东西啊，不怕卖。